我要从头再稍微说一下，我们这一次训练班第一堂乃是操练怎样在不平聚会里借着这个诗歌啊，我们化成为祷告来赞美神。所以那个祷告就是一个赞美的祷告，这一个实在是需要相当的操练。我们最开头给我们知道波饼聚会有一个流程，事实上每一种的聚会都有它的流程，流程就是从开头一直到结束，它有一定的这个流程。比方说祷告聚会有它的流程，特别聚会有它的流程，都有它的有不同的流程，波饼聚会也有它的流程。那么按照从前李弟兄给我们的带领，波饼聚会可以有八个流程，但是那个时候波饼聚会是在主日晚上，整个晚上的聚会至少差不多两个小时是为着波饼聚会，所以它可以有八个流程。现在呢我们改了上午和深夜晨晨聚会合在一起，各有一半的时间，所以呢就简化了，简化成四个流程，四个流程。但是四个流程我们就多了一个开头的叫做道会，道会。所以这四个流程我们读一下好不好？这个第九面第一堂那个第一，目前波饼聚会的简化流程：道会、开头、引题、纪念主、敬拜后。大概啊，我们就是这五个，或者说这四个，因为道会这个就是你在路上，走来到会所或者到分区的家里，那个哪能算聚会嘛？所以又不算。但是实际上呢，它又可以算呢，沾一点边。所以好像我们画一个人，这个人呢，这上面要戴着帽子，这个帽子，所以你说这个人一部分也可以，因为他老是戴着帽子啊。但是你说他不是这个人，也对嘛，因为这个帽子是帽子，人才是人嘛。所以呀，这个开头的道会，从开头从家里出发。到了会场，这个道会，这个一直等到开头，那一段的期间，这个都是算道会的时间。然后这个后面四个，就是开头、引题、纪念主、敬拜后，大概这个流程。如果把这个流程搞错了、搞乱了，这个聚会就很为难，大家个昏头胀脑，到底现在搞什么？所以一般来说事实上现在也是这样，这个流程都是这个流程的。那么这个道会的，这就是上个周四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操练的这个周四里面，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吧，已经在那里操练了，是不是呢？我们这一个我们并不是说第一周这个操练，现在是第二周，我们说可以了，及格了。第三周，我们就到了第二个流程去了，或者第一流程就不要了，不是这样。我们一直要操练这个15、16个周的这个训练的，每一周都是连着，因为是这个基础。是这个训练的基础，聚会的基础，波饼聚会的基础，不能丢的，并且最好我们真是养成习惯，在这里说养成习惯，无论参加什么聚会，都是尽可能找到，尽可能坐到前头，尽可能预备灵，这个任何聚会都盼望养成这个习惯，对不对啊？所以借助这样日间班的操练，我们。把每一位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尽量调整我们的习惯，
无论什么机会，要么你没办法去，如果你要去，你快要去的时候就要预备你的灵，这样的。那么复会以前预备灵，或者是个人，或者是和同伴跟家人有这个祷告。那么到会场以后呢，到会场有的人忙着这个排椅子，有的人安排这个薄饼的这个饼杯，什么事你一下你不容易在那里说我在这到会我就干起来了，所以有时候乱糟糟的，所以你自己有事也就搬着坐，没有事你就坐下来了。但是等到坐下来，有一些弟兄姊妹三五个人这个坐，并且坐得很近，坐到前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啊，这个第一个流程了，就在这里祷会的时候，在这里有这个出声来祷告。感谢主，我们在会现在一般的都有一点这样的体会，所以如果有人开头祷告一下，他就是没有参加这个训练的人，他也就是跟着就是回应的共鸣了，同声祷告，那么这个你说这个就是聚会开始了也可以，是吧？那么所以他的目的呢，首先是共同转向主，亲近主，摸主的同在。如果合适，他这个会也有一个进程呢，渐渐引到对主的赞美。所以开头那个祷告，可能有的祈求的祷告，主啊，我们来了，我们承认我们的心没有预备好，我们承认我们里头还有间隔，我们需要你的宝血洁净，这个都可以。求主啊，你带我们上到高山了，也要求了。薄饼平常都不求的嘛，但是开头因为这个道要预备这个灵，他无形中有这个求的东西，这个也不坏。但是祷告到了呢，到了共识的一到的时候，他就变成感谢主，我们有这一次机会在主日这样来参加这一个爱的盛会，宇宙最大的盛会，就是主邀请我们来享受你的自己，把神所借助你的救赎，我做成的救恩的杯。就是我们的福分摆在我们的跟前，让我们来有份，我们怎能不喜乐啊？我们怎能不赞美你？这一切不是我们该得的，不是我们配得，都是你在这里恩待了我们，祝福了我们，把自己这样给了我们。你看这样的祷告就变得赞美了吧，就引到赞美了。到这个时候，你有的人在祷告求主带我到高山，你已经到了高山了嘛，就不必再一直求了。主说你已经到高山了嘛，你何必要再求了？所以就转了赞美了嘛。所以那么到这个时候啊，聚会的空气已经相当的火热，那么圣徒们的感觉相当的强，那就是聚会已经有很好的开头。所以带领的弟兄们不一定要提开头的诗歌了，不一定，因为你这个开头已经开头很好，开头就是为着把空气打起来，现在已经都很起来了。所以那么如果要提开头的诗歌呢，或者呢可以提灵感很强的开头诗歌，你不能够在软巴巴里，主啊再来怜悯我们啊，主啊，是吧？那个就把人家已经很热了，你就把冷空气，这个几乎空气啊，热冷强弱跟这个曲调很有关系，跟曲调有关系。所以我们这里开头的诗歌那个选的四首都是曲调很高昂，很近啊，很喜乐的。如此的努力包括一般都难领会，昨日今日到永远，他是天天更宝贝。那第一首这个求主带我上天也是很高啊，起因求主带我上到高山，
给我这见你自己天上山隐隐我听见千年后天我心来我山的山与你交头感激命人在走你一路前人的相送你这种的诗歌不能够太拖拖拉拉，就像刚刚我们超人唱那个这个天天更宝贝，因为空气很热了嘛，所以唱这些诗歌都是很强的，很高的，像头一次的爱，当头一次遇见了你。我的心充满欢喜，哈利路亚，喜乐满溢，主耶稣爱在我里，头一次的爱，最真实的爱，耶稣。这些诗歌都是巧灵的，非常喜乐的，感觉到甘甜的，感觉到真实的爱的。那么这一个那个是你的爱，那个也是这样。但是刮胡里第一节第二节这是什么呢？唱全首都可以唱，每一节都可以唱，但是呢用作如果这一个唱的这个歌哪来化作赞美，化作薄饼里面的赞美呢，它有的节到底下用作薄饼赞美也不太合适，你以后慢慢去看就知道，最好就是照着第一节就是够了，很好了。这个第二首的第一节第二节，那么头一次呢它没有分节，就是一首，那么第四个这个是你的爱，第一节第二节可以采用这一个。那么所以啊，这里啊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开头的诗歌，开头的诗歌，开头就是等于啊把这个机会这个带到一个很热的空气，带到一个很强的很觉得主的同在的那个空气。那么如果有的时候这个祷告已经很高了，就不一定需要这个马上就这是的，像诸如这十类，不要再唱，马上就到了那个引题的诗歌。那引题的诗歌不是的以主，这个不是说主耶稣，主耶稣的是各方面很多了，他就是特别主耶稣自己，主耶稣的爱什么。那么那一个他引题的时候，他并不是都是那个很高昂的，因为他有的时候是因着这个到了呢，默想体会这一位主耶稣是怎样的一位主耶稣，成了我们这个薄饼聚会的中心，和我们的目的。所以在这里啊，有一点那个，我有一位主。对不起啊，是说这个有这个这样的能够用的。那么所有的我们这个诗歌提出来的都是写着可用与机会开头的时候可以用的，这并不是说只有这几首才是用的。
我们不一个建议，一个参考。所以圣灵在应该给圣灵完全的自由。那么当然有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在这里呀、啊，我们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也可以在这，如果很自由的话，也可以提这个诗歌，甚至姊妹要提啊，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姊妹提，特别开头第一首诗歌来提，比较总是有一点这个发号施令一样，立正，叫姊妹的立正。这不好像不太姊妹温柔一点哈、啊，好像比较合适一点。那这个在有的教会，有一些教会，他们弟兄姊妹很自由了，很自由，太自由了，他也不管这个圣灵带领，也不管什么这个流程什么，有的波比就会一唱唱了十几首了，我听。前天这朋友一个弟兄告诉我，他那个聚会，就是这样，十几首薄饼，这个这么一次唱一个了，唱什么了？这个薄饼，他也是跟这个声音的一点的一部分的时间，你看还能搞什么嘛？所以一定要有化成祷告，所以这个流程呢、啊，这个我就是说给这个说明，第一这个流程这个一段的时间，第二呢我们这个道会的点啊养成习惯，那个无论在教会一切聚会啊也都应该是这样，也是啊我们这一期第一堂操练的必有的作业，必定要有的作业，所以这个几个点啊，你能不能准时到会，能不能坐在前头，能不能可以预备灵，这个、啊、我们这个作业啊弟兄姊妹有这个发给大家以后，给每一组有这么做，要挑钩啊，这一个一直到是末了这个都要有这个东西，也不光为做的薄饼聚会，一切聚会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这个习惯，这个是要这个啊。那么这个我们的开头现在啊就是，那么现在就稍微说一下这个操练，如果是唱这个285首这首诗歌，我们怎样把它唱过以后啊，如果化成赞美，化成祷告，该怎么样的祷告。那么每一个操练这个诗歌化成祷告，我都是首先把那个首诗歌里面能够用在那个流程那个这个阶段里面那个可以用的那个点啊，把它点出来。那么弟兄姊妹，那个你不能求主带我上到高山，人家说大哥是不是现在要到中央山脉去啊，到泰鲁阁去啊，不是嘛，这个高山这是一个表征的意思。什么叫高山？高山就是我们的灵，我们的灵是高山，灵越强越高，越高就越近乎天，越近乎天就越近乎主，所以他在这一点上你能够了解，可以用来啊，来为做这个机会的准备，那么上了高山，到高山呢就怎么样？第一，直见到主的自己，给我直见主自己。高山不是见到地上的花花绿绿，乃是它特点就是直见到主自己，而只听见天上的声音，也就是主对我们发声。也只呼吸一种的空气，不是污染的空气，不是那个什么 PM 什么多少，那个什么，那是新鲜的空气，这个都是灵里的故事，这个都可以，这个祷告里啊都可以应用，要应用把这个物质都是应用在属灵的，跟我们薄饼聚会有关系的，所以这个祷告起来就能够应用上去了，这个。我们这个现在还不是那个操练祷告，就是我们操练能够把那应用把它讲出来，这个东西是这个，所以
像这个等一等分组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就把这个201首纲，它是天天更宝贵，有哪一些点啊可以拿来应用在祷告波比祷告的那个开头里面。那么是一半，它是宝库，它是宝库可以应用。你比方说现在我们光我们台北那个故宫博物院，他说里面那个产的那些东西啊，多久我都忘记了，把那一套的东西啊换了一遍，从宝库里再拿出一部分来。那么这样呢是一个月还是一年这样子换了、啊、光这么换要花好几年才能够把它看了。所以连故宫博物院都是这么丰富，基督呢如此丰富，你来一半都难领会，那真是并且呢他是越过了越从今日直到永远，从今天到永远，今天比昨天丰富明天比今天丰富，一直到永远。这个故宫博物院无论怎么还要有一个多少多少年看完了，那这个基督的丰富一直到永远，可以这样一直这样一直更宝贵。你那个丰富，那个丰富不是把泥土啊找出来乱七八糟茅草啊，都是宝石，珍珠宝石啊钻石啊，都是这个宝贝的，所以就可以应用在主的身上了是这样的好，现在来分组交通。这一组交通啊，我们分组坐定了以后呢，第一个对于这个道会的操练，这个上一周要大家打勾的，问每一位你有没有准时道会啊，有没有预备领啊，有没有，每一位都要讲一点分组的时候，好不好？这是第一点，要追这个小组组长，要追大家啊。第二呢就把今天谈的这些事啊，我们交通的，我虽然是交通，但是实际上是根据这里的话弟兄姊妹小组主要觉得需要跟他们问呢怎么叫他们讲一点，温习一下有什么问题啊，大家研究研究。那第三呢，就说下一个礼拜四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请这个第二组的组长来开头的时候告诉我们，你们在今天这一周里面，他们给你的挑的钩啊，他们会交给你的，你来下一周要来给我们报告，说我们这一周有七位弟兄或者10位，这十位我们说了有的有预备道会的什么什么经验，有的没有多少我们说鼓励他们以后都要有，他们都答应了愿意这样，那么你给我们一个报告，不需要弟兄姊妹来这个小组长代表这个地方说你那个小组在这一点上给我们，因为多的时间一拿我又没有时间都给你们了，也没办法所以下一次就小组长第二组要代表，到了再过了下个礼拜，我们就要这个我就不告诉说第二组第几组可能还是第二组也可能我们大家每一组都要组长都要预备弄了了解你那里操练的情形任何抽一抽，你们就要到这里来报告一下，好不好？那这个我们可以散会，散了分组吧。